欧美犬体型小巧可爱，颜值高，是目前最常见的宠物犬之一，非常受欢迎，有喜欢的可以点点它。是不是他欺负你？小气儿哥，差不多得了哥，咱不是他对手。豆儿，听妈话不？嗯。一会儿我出去吃饭，你别跟着我了。回头妈给你买个媳妇儿。博美犬体型娇小，呆萌可爱，性格温顺，非常喜欢黏着主人。它天生笑脸，也很招人喜欢。想要的点点它吧。哎，工作一天了，也只能吃碗泡面。耶，这是嘛呀？接着奏乐，接着舞。尖叫啊，咆哮啊，行了，哎，看我面上，别打了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就这边吧，好吧，行了，爷爷走了，别闹了，别闹别闹别闹，哎呦我的妈，你别笑，博美犬体型小巧可爱，颜值高，是目前最常见的宠物犬之一，非常受欢迎，有喜欢的可以点点它。